一部商贾家族的沉浮史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拼搏精神，一位盐商的经商之道，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诚信与正义品质，大义大爱令人敬仰，大悲大喜荡气回肠。商道有缘，商道有爱，商道有义，商道天问。说话要讲分寸，要有礼貌。他是你的长辈。他啥长辈啊？你要管他叫爹。我没有爹，从我出生到现在他都没认可这个家，他现在跑回来干啥？让他永远到外面发大财去。元儿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徽州人可是把子孝女先放在首位的。对，可他作为长辈，他孝了吗？他哪年的清明回来给祖宗上过坟，哪年的除夕夜回来给祖宗掌过灯，哪年的七月半给祖宗烧过纸，他有吗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我不回来是有我的原因的。所有的不仁不义不孝者都会说自己有原因的。妈，我去学校了，希望我明天回来的时候不再见到这个人，我也不愿意见到他。朱元，就是他，不让我的名字写进祖宗的牌位里的。他还小，不懂事。他是个孩子，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。你应该负责任地向他讲清楚，说明白了，为什么会这样。他连是谁的孩子我都不清楚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朱家的牌位，因为他甚至连你也没有。走吧。你以为你有几个钱就不得了了？徽州有钱的人有的是，可是有钱能买到为他的族人守孝的人吗？志莲这么多年寸步不离地守在你们朱家，为你父母守孝，为你们朱家祖宗守堂护坟，你呢？啊，你这么多年不回来，你回来就要赶人呐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赶志莲走，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娘儿俩竟然不让我的名字入我们朱家的牌位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您说说。没事儿。你叫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一天没休了志莲，你就不能随便改这个口。我就没想休他，岳母。嗯，叫对了一半。妈，算了，随你怎么叫吧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我朱春华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？我朱春华在志莲面前究竟做错了什么？而他又做错了什么？冤孽，这都是冤孽惹的祸。你跟志莲你们两口子的事情，我这个老太婆不想掺和进去。我只想劝你一句，你既然不想休了志莲，那你就得给志莲留面子。怎么留？事到如今，没有人不相信朱元是你的儿子。我劝你，朱元要是叫你爸，你就得认。你要是不认，那丢的可是你们朱家人的脸呐。
那这么说，你已经知道其中的阳痿了。你老平心而论，我朱春华戴了一顶绿帽子，我还要背上一个不仁不孝的黑锅。您说我冤不冤呢？我都快冤死了！我，春华，你跟志莲，你们俩都是冤的。 他冤在什么地方啊？您说呀。春华呀，我跟你说，朱元是个很懂事的孩子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朱家问问呢。只要提起朱元，没有一个不夸他的，那人们是羡慕你呀，往你脸上抹金呢，你知道吗？往我脸上抹金？问题是这孩子是谁的，我都不知道。你是让我学着自欺欺人吗？春华。 排位的事儿，你放心吧，会挂的，啊！春华，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放在列宗的排位上了。至少我在的这几天，给我摘下来，我看见他的名字不舒服。春华，志莲，就这两天拿下来吧，听他的。 春华，志莲是个苦命的孩子。我这辈子没有看到哪个女人的命有她那么苦的。我这个做妈的心都要被她苦碎了。我知道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只求你对她好一点，就算你记得了，啊。 我这个老太婆，就求你了，行吗？妈，我朱春华还不至于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吧？行，有你这句话就行啊。来，妈，起来吧。 不瞒您说，我这次回来啊，其实就是想和志莲和好的，就看他了。真的吗？但是孩子的事情必须要说清楚了。看来你是不问是会缘由来，你是不甘心了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志莲这么多年来。 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那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嗯，那孩子是捡的，在你家大门口捡的。那既然是捡的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？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秘密啊？告人告谁呀？你说你跟志莲，你们两口子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俩在一起好好说过话吗？好吧，好吧。 这小何人呢？找他呢，没见着人呢。现在是秋收的季节，该种的种，该收的收，他去收麦子了。哦，这小何怎么到了现在还没有嫁人呢？ 几年前给他找过婆家，他说什么也不肯嫁。再一说还急，一说就哭，说我嫌弃他。
我怎么可能嫌弃她呀？这么好的姑娘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有她在我身边是我的福气。不过她就是倔，说什么都不肯嫁。是啊，人生难得有这样的好姐妹啊。 来，我帮你吧。你别动了，你的手怎么能干这个？什么我的手啊？我的手也能干活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你的手是读书识字的，你的人是做大事的。女人主家，男人主事，这是应当的。这些年，你受罪了。 几年前扛不过去的时候，是想过死。想死？不过从江州回来，我就什么都想开了。你在外面做事。 爹妈过世不到三年，我要是死了，谁给他们守孝啊？在徽州，没人守孝是最大的不孝。人活着就得往前看，往前看，就能挺过去。我每天在妈妈的牌位前念叨，慢慢的也就想开了，有什么坎过不去？ 慢慢的，也就习惯了。哎，怎么没见赵生啊？啊，他跟我一块儿回来了，现在住在客栈里。那叫他一起吃饭吧。行，我去叫他。我去洗菜。 我把这些菜拿上。哎呦，臭鳜鱼、毛豆腐，嘿，菊花冬笋，这几样东西啊，看着就想让人流口水啊。你笑起来，还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。什么大老板？ 都是人，想什么派头啊？我这几年常常在想，你的生意做大了，派头是不是也会变一变？不过，总也想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倒是常常想起你小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尤其是你吃饭，吧唧嘴的样子。<笑>生就的习惯哪儿改得了啊？有时候啊，在生意场上。 你不高兴，你还得装的高兴，其实挺辛苦的一件事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，你是真的没变。有句话，我一直没跟你说。啊，你说。以前，我妈妈说你吧唧嘴，不像大户人家的孩子，我就告诉她。 这是因为你爱念书，珍惜时间，所以吃饭快才吧唧嘴。这下真把我妈说服了。你还别说，这十几年啊，我都没有总结出来的，你给总结出来了。要不说还是你聪明。你说我聪明？你不聪明，我就不会娶你啊。 志莲，我还是想问一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朱元这孩子？啊，我不问了，那我去找赵成哥去。
你好，朱春华先生在吗？哦，朱老板，他出去办事了，可能两三天吧。来吧，小生哥。这连弟妹好。小生哥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也变得斯文起来了。都是跟春华兄弟学的。行了，早生哥，来到自己家了，咱一个严民就别装斯文了。哎，严民怎么了？哎，这斯文就是你大老板装啊。谁都别装了，到了这儿啊，你就千万别见外了。早生哥，到了家了，这几天呢就吃智莲做的饭吧。哎呀，那我王早生口福大了。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待会儿就将就吃一些。哎呀，弟妹啊，你看那早晨哥空着手进门就吃，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你兜里揣着还有金条啊，那拿出来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哎，弟妹，我拿他这么大个礼物交给你，只怕比金条值钱吧。你们快坐吧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哎，谢谢弟妹。快吃吧。你不了解，早生啊，一般是不轻易动筷子的。谁说的？我早就忍不住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在上海啊，我记得我陪一个德国人吃饭的时候，这一桌子饭菜加上那壶酒，哎呀，你知道花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一共是花了530块大洋。啊，这么多？那不是吃唐僧肉吗？可是那个饭菜的味道，比起咱家的饭菜来，那是差远了。闹了半天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，成心臊我呢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的的确是真的。朱老板回到家乡，这句话说得入情入耳。吃饭了。你也是。朱春华。谁在爷爷奶奶的牌位下乱动的？啊？谁呀？是谁？是谁在爷爷奶奶的牌位下乱动的啊？早生哥，我家的事你别管。谁呀？元儿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幸亏回来了，我就担心他在家里会乱动。他果然乱动了。小点声，他是你的父亲。我没有爹，一个只认金钱不认祖宗不认父母不认妻儿的男人，他算不得男人。这儿永远别让他进来。你能这么说话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他是你的父亲，是你爷爷奶奶的亲生儿子，你不能这么说话。妈，别因为他回来了就高兴的什么苦都忘了。这世上有这样的儿子吗？他敢对爷爷奶奶说他是他们自己的儿子？我当然敢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他们的儿子。哼，难道有血脉相承就一定是儿子的？儿子要尽义务的，尽责任的。你敢说你对爷爷奶奶尽了义务尽了责任吗？你敢说吗？如果谈责任和义务，我想我应该比你有发言权吧。你还是个孩子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去，把我的名字挂上去。一定要挂你的是吧？必须的。那你得说出道理。道理？道理很简单。因为我姓朱，我是朱家人的后代，我朱春华是我爸妈的儿子。你也姓朱，你叫朱元是吧？别叫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不是你给的。你想尽的义务责任是啥啊？
你说呀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你去问你妈。我在问你的良心。好了，你等着吧。我再告诉你，我的名字不许你摘下。先回客栈吧，有事我叫你。好，你们聊着，我就不掺和了。是个孩子，说的话比大人都大，能噎死人。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孩子。出门在外，乡亲们都是人见人夸。是啊，你的功劳，你的功劳大。这么说，在你面前，我有罪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想看见他的名字。你帮我把那个给我拿下来。春华，你别这样了。你有什么气撒在我身上行吗？他是个孩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要我怎么样？我给你跪下行吗？不要这样。我最见不得人家这样。真的，你有什么气都可以撒在我身上。现在不是撒气的时候。坐吧。我这次回来呢，是要办一件正经事。信你不说。对。眼下时局不稳，小日本呢要闹事儿，我又是反日商会的会长，严放在城里我不放心，所以乡下我想存一些。也不知道岩仓准备好了没有。朱家的宅子好多都空着，每年我都会找人翻新的，只是地板还得做隔层，这样才能防潮。那好，那就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。
涂三爷给你张纸条。江州四季春，朱春华董事长会见，德系董事长于16年后归故里，鄙人作为朱门辈分长者，特邀朱村一老一少于儿于今晚公辞一句，望于赐布。祖三爷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谁呀？亚太，没事儿啊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吧，来进来。有请朱春华。三爷，各位族长，朱家湾的父老乡亲们，春华回来了。在这儿呢，我给大家请安了。请朱春华坐下。朱春华，我问你，你何时走出的朱家湾呢？民国9年8月19日。记得很清楚啊，连出走的日期你都记得很清楚啊。你这一走，何时回来过呀？回过朱家湾，算回家了，也算没有回家。为何呀？哼，你屈指算上一算，从民国9年到今日，一共是多少年了？一共16年。16年了，你何曾回来给你死去的父母和祖宗尽过孝啊？我问你呢。没有。16年你为何不尽孝啊？三爷，我确实有我的无奈。你有何无奈呀？朱春华在。你还承认你是朱家湾的子孙吗？三爷，我本来就是朱家湾的子孙呐。那就给我跪下。三爷，我朱春华闯荡江湖多年，我扪心自问，我没有干过错事啊，所以我上不跪天，下不跪地。我不知道三爷为什么要逼我下跪。我不是让你给我跪下，我是让你给祖宗跪下。难道你发达了，连你的祖宗都不跪下了吗？春华呀，16年了，你知道他们妻儿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三爷爷，我有话要说。说吧。
自从我出生以来，那还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他给家里寄过一笔钱。后来他发达了，再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，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封信。你胡说。没有寄过信是事实，但是钱我一直在寄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和我娘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一分钱。春华呀，你既然给家里寄过钱，你咋不写上几个字呢？你的字就那么金贵，他们妻儿就不值得你在信中一提。你的儿子从小一边上学一边放牛，八岁那年那牛发癫把他撞倒，他的小手被牛蹄踩过，你看到现在他的手指都是残疾。不管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多么的苦，可是他学习的成绩一直是誉满全堂啊。三爷爷，您可别夸我了，人家刚一回到家里就要把我的名字从爷爷奶奶的牌位下摘掉，我就是为这事想着不平，我与他评理，他不和我评理，他骂我是小蛮孩，所以我请你帮我评评理，我是不是爷爷奶奶的孝孙。春花呀，多好的孩子呀。朱元从小就懂事，礼贤孝义。这孩子不是我们夸他，在学堂里哪个先生不夸他呀？朱春华这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他是被城里的女人迷住了。她就是一个陈世美。志莲姐出事了，大少爷在公司跪在地上，不知道祖三爷要怎么惩罚他呢。志莲来了，妈！各位族长，三爷，我们家的事情错都在我，不怪春华。要跪，我陪他一起跪。你走，我不要你陪着我跪。如果你不走，那我就当着列祖列宗和朱家湾的男男女女，把事情的原委全都说出来。春华，你是走啊，还是要我说出来啊？我带着朱元一起走。你说什么我都不拦着你，不过你要想一想话说出来的后果。妈，我不走。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妈，你让我听听他到底说些啥。走啊，妈求你了，行吗？走。妈，你让我听听怎么了。他到底说什么？我都与他不吵，行吗？妈，不行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你要不跟我走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妈，我听你的，妈。春华呀，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怎么又不说了？我朱春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你们问吧，你们问什么我回答什么。好，那我先问，听说你娶了日本太太，
这件婚事是我二叔逼的，没办法，为了朱家的产业我答应了，但是我们结婚以后他就走了，到现在都鸟无音信。贾太是个好女人，但是我要声明的是，贾代不是日本人，他是中国人。这些报纸可都是当年徽州在江州做事的人捎回来的，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娶的是一个日本人。我问你，还记得徽商的根本是哪几个字吗？诚实守信。那你怎么变得信口胡言呢？我没有信口胡言，我说的是事实，贾代不是日本人，他是中国人。春华，有话你起来说，你不要跟我们这些族长们赌气，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你们家好，也是为了教育朱家湾的人，以你为戒，不学陈世美。三爷，我不是陈世美，我娶过贾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娶过任何女人。我让你起来是要给你看一样东西，起来你看看。16年了，你一直没有回过家，家乡每2年要续一次家谱，可是呢你朱春华每次都是谱上有名，你知道这是谁的功劳吗？知廉，续谱是要花钱的呀，每个男士都要花到5个大洋，而如果要加注记载，那就要出资10个大洋。可是你看看，你朱春华次次都是在加注啊，加注栏上写到了江州四季春董事长啊，你可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有多难呢？知廉是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呢，还要到处给你寄钱去上谱并加注啊，他其用心就是让你光宗耀祖。你光宗了吗？你耀祖了吗？不错，现在你已经是个知名的富商了，和知廉相比，他却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妇道人家，但是朱家湾人对他的尊敬却超过了你100倍千倍。就这样跟大家说吧，不必跪了。不，我跪，我跪着说。我朱春华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在此我当着列祖列宗向你们保证，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，我问心无愧，而且今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会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朱家湾的男男女女，对得起朱家湾的父老乡亲们，我保证。